乜嘢？主席，我是先讲这个修正案52，关于陈志全议员提出削减分目000将这个总目22削减100万，这个涉及到渔农自然护理署就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资助的全年的预算开支。主席，将爱护动物我们当然要支持，但是爱护动物之余，即是讲爱护，我们要看第一就那个财政呢是不是这个公开和有关的资料呢是合理。第二呢就有关的行动是不是符合所谓爱护动物的原则。因为即是很多时候的东西呢就恩爱成恨，很多时候的东西呢就名就讲是好的。好像你讲这个什么普选其实是假普选来的嘛。是吗？是人都知道加2017提这个所谓政改方案是100%假普选。是吗？即是不可以给一些名义呢就蒙骗的。主席，我们翻查这个的网页呢，爱护动物协会到今日仍然是拒绝公开他的财务报告的。下列的句子呢，我就引述他那个报告，他这么写的，我们的2013-14年的财政报告呢现已供本会会员参考，请你输入所需的资料以便核实阁下的会员身份，如有疑问可以致电等等。但是有关这些东西呢，他是会员才可以入去看我不是会员，我不知道入去是不是看到啦，还有入去看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所有东西啦。总之基本上呢，一个的会拿了这个的公帑100万，没理由的资料呢是完全呢是拒绝这个的公开。一个政府即是透过公帑资助这些机构呢，这么黑箱作业同埋咁即係呢一个嘅隐蔽嘅话呢，其实冇理由继续俾钱嘅。但係香港就好奇怪嘅。係咪好多呢啲会，体育总会又好啊，啲文化组织又好啊，总之係政府认为係啲亲信，政府认为係佢啲友好团体嘅话呢，哇，多多钱都照俾。梁振英自己嗰5000万都完全隐蔽啦，係咪？咁所以你喺梁粉即係呢一个操控之下，当然我唔会指责这个爱护动物协会是良粉，因为它已经存在多年。但是在这个政府这个黑箱作业这个隐蔽模式即是为主的管治呢，是完全缺乏透明度情况之下呢，即是我们绝对不应该这个纵容，不应该鼓励，更加呢是不应该容忍这一类黑箱作业的情况。咁所以呢就陈志全议员提出呢一个嘅删除呢，我係100%支持。其实呢一个嘅论述呢个讲法都唔係第一年讲㗎啦，主席。过去我哋都曾经批评过爱协呢方面嘅欠缺透明度嘅问题。第二就係有关呢一个嘅所谓团体嗰个嘅运作係咪合乎成本效益嘅问题。虽然我们即是看不到这个的这个机构的本身独立的财政的报告啦，但是从其他的资料显示呢，另外有其他的网站呢都有些评语关于某些团体那个的筹款的情况的。有些资料显示爱护动物协会那个筹款的效率是极低的。因为呢它每筹100元呢，每筹100元呢，佢係需要用48元嚟筹嘅。即係话你捐100元俾佢，48元就去咗筹款嗰个嘅有关团体人士，係咪？即係淨係得返52元係作个会嘅用途。个会嘅用途去咗边呢，使咗边呢，更加又唔知，因为冇报道。咁呢一个即係如果大家熟悉啲慈善团体嘅呢，其实最有效就係呢一个嘅效率最高嘅肯定係呢个红十字会嘅。佢只係即係嗰个筹款方面呢，只係占佢嗰个即係你所捐款呢一个好少嘅部分。好似唔知係得1-2%，即係1-2%嘅啫。咁所以呢即係应该要就返呢啲团体即係嗰啲嘅行政同埋使用控制财政嘅问题方面呢，一定要呢一个嘅认真处理同埋要求呢要某啲嘅水平。另一个问题呢就关于是否爱护动物啦，主席。正如刚才我讲，即是好多就恩爱成恨
即係有啲咧就愛到咧要殺你咁滯嘅，愛護動物以愛之名而毀滅動物亦都係唔少嘅，主席。最明顯就係呢一個漁農護理，即係漁農呢個護理處啦，即係每年咧係殺數以千計嘅狗隻同埋貓狗嘅，啊，即係我哋睇翻政府所謂人道毀滅啲貓狗嘅數字咧，我相信如果以人口比例嚟講咧，香港隨時成為呢個嘅毀滅貓狗之都，啊，以前就殺雞啦，係嘛？即係殺雞殺到出名，跟住即係殺雞殺得太多咧，呢個冤氣太盛咧，跟住就出現呢個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啊！主席，其實殺貓狗嗰個情況咧係極為嚴重嘅。2011年人道毀滅嘅狗係6000多，貓咧貓狗嘅總數咧就8983。2012年都唔爭好遠噶啦，係嘛？2012年咧狗就5000多，總數咧加埋貓咧就7000多。咁所以你見到每年呢都係有5000-6000嘅貓狗呢係被呢一個嘅毀滅嘅。咁而呢個愛協自己本身呢都有參與呢個毀滅貓狗嘅，主席。咁當然每一個嘅毀滅嘅行動呢我唔係完全否定曬，因為有啲貓狗本身可能係即係面對呢個苦痛啊，或者啲病，或者一啲嘅傷害，咁所以咧人道毀滅咧可能係喺嗰一剎那嚟講咧係最適宜。咁但係因為缺乏呢個資料咧，我哋好難去統計究竟係咪應該。但如果你睇個總體數目嚟講咧，好多所謂人道毀滅咧，可能因為冇人養，冇人養咧就要毀滅，因為咧即係你繼續照顧佢咧，就構成一個好大嘅行政開支，又係錢嘅問題。咁如果以錢同埋照顧嘅理由而毀滅嘅話咧，我係完全即係反對嘅。咁所以你睇翻呢個愛協2014年人道毀滅嘅貓咧係1609隻，毀滅嘅狗隻咧係701隻，即係話毀滅貓狗啊，愛協以愛護動物之名而毀滅貓狗嘅咧係1410隻。哇！即係你平均除360日，即係日日啊，即係都成5-6隻貓狗，即係被即係毀滅嘅喎，係嘛？成70隻啊，係嘛？成60-70隻貓狗，即係被毀滅嘅喎。所以你睇翻呢一個嘅數字咧，即係其實就即係好驚人嘅，主席啊！6-7隻貓狗 ，sorry， 2000多隻啊，咁啊，16-7隻貓狗咧係被毀滅嘅。咁所以你見到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即係我覺得絕對唔應該縱容。主席，我哋都多次提出咧，即係政府應該喺愛護動物方面咧，漁護處又好，喺政策、行政管理措施方面都好咧，應該要作全面嘅改革。喺呢個理論上，呢一個嘅態度上啊，對貓狗嘅即係立場方面咧，應該作改變。其實北歐咧，歐洲好多嘅地方咧，已經作好大嘅改變咧，係唔會作人道毀滅嘅，係咪？成立好多中心咧，係照顧到中老啊。咁當然呢個涉及到財政同埋好多絕育嘅問題啦。咁但係香港喺呢一方面咧，係極為呢一個嘅落後啊。咁所以必須透過呢一個刪減咧，係去呢一個嘅指出啊，即係呢一個問題即係嘅存在。主席，另外一部分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嘅一筆過撥款嘅問題。呢個係修訂案，我自己提出嘅修訂案359啊，係議決呢個將總目141削減358萬，呢個係相當於勞福局局長一年全年嘅薪酬嘅開支。咁當然張建宗即係呢方面嘅表現咧，就上一次我都講咗某一啲嘅睇法啦，關於佢。但係我今日要補充一點嘅咧，就係關於一筆過撥款。單單因為一筆過撥款嘅理由咧，即係應該已經值得炒呢個張建宗噶啦，係嘛？因為一筆過撥款對呢個整個社福界，不單係社工啊，呢個整個社福界方面咧係帶嚟災難嘅。咁其實過去10多年咧，我都係要求政府係廢除、取消呢個一筆過撥款呢個政策咧，係還原翻過去啊，以呢一個嘅即係。人工嘅中位數咧，係資助有關嘅服務，即係以穩定呢一個嘅社會福利服務嘅質素，同埋咧係呢個保持呢個員工嘅士氣。我數數簡單一筆過撥款帶嚟嘅災難啊！第一就係令到呢個社工嘅薪酬大幅呢個下滑啦。
第二就是工作帶來不穩定，導致很多人工即是 人員的轉變啦，令到士氣低落啦。第三就到到這個前線員工的流失率的飆升啦。第四呢就機構自己就肥上瘦下啦，自己就肥啦，是吧，他自己本身的儲備就大增，員工前線員工的薪酬呢就不斷下降，特別是新入職的員工的起薪點呢，即是由這個一筆過撥款落實之後呢，新開的位的員工的薪酬呢是相對地是偏低，同埋比過去來講呢是偏低的。咁而第五呢就是濫用公帑，審計署呢的報告亦都指出呢，有不少的機構呢坐擁數以千萬的儲備，跟住自己啲辦公高層人員嘅辦公室呢，自己機構就豪裝，係咪，跟住呢員工呢就呢一個嘅減人工或者係借勢炒油啊，即係呢啲連串嘅問題呢係顯示一筆過撥款嘅災難。喺嘈咗多年呢，即係政府係制定咗呢個嘅最佳呢個執行指引啦，係咪，咁當年我做呢一個立法會社福委員會主席嘅時候呢，都曾經處理過呢個問題，開過唔少聽呢個嘅公聽會。咁但係我自己對呢個所謂即係最佳執行指引呢，我係完全冇信心嘅。因為呢啲指引呢即係基本上可以俾啲高層呢係作呢個嘅玩弄，同埋呢你有政策佢有對策。咁最後對整體一筆過撥款呢，對社福界嘅災難呢都係唔能夠呢一個嘅糾正，同埋唔能夠改善呢個士氣，同埋前線員工，同埋對社工嚟講呢，我即係極為呢個嘅唔公平嘅。咁所以呢透過呢個削減呢個局長嘅人工呢，係再次表示對呢個一筆過撥款嘅即係強烈不滿。主席，另外我想提就是修訂案349亦都是我提的，咁呢個是削減總目140呢個385,500元，呢個呢是相當於食物及衛生局核下呢個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兩個首長級職位的個人薪酬全年預算開支。主席，就呢個職位呢喺2011年呢係獲財委會批准成立嘅，2015年呢係再次獲得撥款呢係延續呢個嘅多年。當時我已經即係指出呢，即係同埋過去多個呢啲計劃呢啲職位嘅延續呢，我係反對嘅，係咪，因為呢個政府好多時呢就成立一啲嘅所謂編外職位臨時性質，嘩，最近呢兩年呢啲編外職位延續又延續，過去好少有嘅，特別呢兩年，特別梁振英上台之後呢，可能透過呢啲延續呢即係籠絡民心，係咪，令到啲公務員呢一啲較為高層嗰啲呢，嘩，繼續有得撈啦，好嘢啦，咁係咪。咁但係係咪有所需，同埋呢係咪合乎成本效益，其實呢啲審計處呢應該仔細去要再睇睇。好多時我哋批評完喺立法會有關委員會批評完呢，即係政府闊佬爛理，好多時係一年兩年後呢即係透過審計署嘅報告呢至揾到啲問題。好明顯就係民航處嘅例子好清楚的。我哋多次批評民航處嘅問題，亦都要求立法會呢個經濟事務委員會處理我啲投訴，開會去討論，拖完又拖，最後都即係冇乜處理到，亦都冇正式開會討論呢，最後等審計署報告一出呢，嘩，爆曬。我喺委員會要求解釋，要求呢個嘅處理嘅問題呢，原來審計署呢已經即係查曬有曬證據證明民航處喺管理上同埋資源運用上嘅錯誤。咁所以有關呢一個嘅總目涉及到嘅職位要呢個嘅刪除呢，正正就係我覺得即係呢兩個職位主要嘅工作呢，就係為呢一個嘅推行醫療改革。咁但你睇返醫療改革，財爺已經擺咗500億喺度，係咪，根本你繼續喺度做咁多嘢，話要做咁多研究，做咁多諮詢呢，基本上係將嗰500億繼續隱藏咗喺呢一個嘅醫管局之內呢，唔將啲錢呢係動用呢係改善市民嘅醫療上嘅需要。資源喺度就儲埋，係咪，市民面對嘅苦楚，特別醫療方面嘅不足呢，就繼續呢個拖延，以呢一個嘅制定政策同埋以諮詢為名呢，係令到市民呢繼續呢一個嘅承受呢個嘅苦楚。
咁我仲有一連串嘅理由嘅，咁就唔夠時間講啦。咁基本上即係有關呢一個嘅職位嘅刪減咧，即係涉及到公帑運用嘅欠佳，同埋咧對呢個醫療服務方面整體方向咧，我係不作認同嘅。陳志全議員，即係冇曬人啦，17.3點算法定人數啊？唔該。